OK，我们今天开始吧。2021年4月12日，你今天吃的什么？397克碧根果仁，双油（括号葵花籽油、猪油反括号鸡胸），100菇，ADD 维 B 2D K2 一粒，1皮丁甲酸锌，1 micro powder capsule，C 220 microgram。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？冷，吃囤。你今天睡眠怎么样？725、526、白衣，5。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？在稳定的行业里边，一分钱一分货。你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？有人一年要花2300万美元来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你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简化决策的框架。你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锻炼做得不够。你最恐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当价差达到50%的时候，食物质量的差距可以到吃坏肚子和附加清香的程度。你最感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可以自己投资做一些研究。你未来想做什么？多撸起袖子干实事儿。